阿北乱入，太太鲁格号撞车。一名70岁老翁驾驶这辆小货车乱入平交道，结果被太鲁格号撞上。卡在上面，那283次的自强号经过时候刹车不及也撞击，造成驾驶受伤，伤势应该不严重，可以步行来救治。车头有被目击民众表示，小货车是开进铁轨约8公尺处才会被撞，幸好阿北送医后没有大碍。董新闻彰化报道。